各位朋友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。今天是星期三，下个礼拜的今天哦，就刚好只剩一周啊，也是台北股市的封关。那在今天我们这个单元开始之前，我就干脆了，先把我的想法跟接下来准备的做法跟各位做个简报，就是说大家好，然后从这里到下个礼拜三呢，我只会针对两个族群啦，我会站在买方。并且呢，积极站在加码的一方，什么东西呢？一个是航运，一个是钢铁。那各位也许会说，那为什么不先减码或先退出？那等农历年后再进场？整体上我们去观察哦，这是一个最佳的，其实没有这个大底，我还不敢说是最佳的进场点呢。那刚好遇到，最主要啦，就是高盛昨晚的大跌。带动全球股市哦，其实不只是高盛跌而已哦，它真的也算我觉得很有面子的啦。高盛的大跌带动什么？全球股市的重挫，那包括 Nasdaq 哦，昨天狂挫，然后道琼也跌，欧洲股市也跌，也亚洲股市哀鸿遍野，对不对？台北股市今天呢毫无支撑，一路往下跌，而特别是长荣，我今天跌幅也算重。这个过程里面，到底接下来为什么不停损？那反倒是要站在正向哦。我的看法是这样子哦。各位首先哦，先看我们今天主图哦，主图这个是高盛证券过去一年，不是今年哦，是过去一年，就是说从去年的今天，我们把它看到现在，高盛证券的走势。那各位可以发现到，在近期呢，股价从386以上。出现急速的下滑，昨天呢大跌 6.97 个百分点，那为什么它大跌？因为它的获利衰退吗？没有，它获利很强，难道它被高估吗？它的本益比很高吗？没有，本益比低到不行，高盛证券的本益比不到9倍，不到9倍，它8倍左右，你说哈，对，因为呢，每股盈余呢上看超过40块以上，40块以上，那你跟它算嘛，假设是50块好了，市场有人看到大概60嘛，那我们用一个比较公平的角度了，剩一口涨破啊，5945马来西亚哦，对不对？那昨天大跌暴跌，那为什么它大跌？我们要了解它大跌的因素在哪里？大跌的因素呢，就只在于它针对它的成本支出哦，不是资本支出，是成本支出。下面起成本支出。大幅度调升薪资成本，大幅度，这是造成市场昨天全面疯狂性卖出高盛，就在于你还是要适度照顾你的股东啊。我刚刚讲的起来，你不能说你嘛是爱照顾股东吧？你别使讲我赚十块，赚十块提三块分好，提升员工这个。应该是当然要照顾员工，给予比较高的所得，但是要一个合理的规范，不是这样子吗？那因为他给予很高的成本，这个成本大家一摊开一看，哇，加息，你知道吗？全部发给员工，所以造成昨天大跌。那理论上大家会说，哦，美股可能要升息啊，这里呢，哇，因为要提前升息，搞不好三月呢一次升两码，很青菜公公哎。升两码好啊，他就升两码。习近平先生，我觉得越来越不错了。你说真的讲话了？他讲什么？他说希望美国稍微克制一下，就是说，你美国毕竟在全球里面举足轻重啊，你这里突然之间做个升息哦，会影响到全球经济的发展。真的，我就要讲是真的哈，我讲的，所以您说参考。那但是我们面对台股，我们现在到底该怎么办呢？那首先呢，我觉得我们就先看这个领跌指标好不好？就是说，从领跌指标的一个变化过程里面，那我们怎么去做观测，然后抽丝剥茧，找出未来这五天最佳的操作模式。首先，我们先看纳斯达克，各位请看哦。画面上你所看到是纳斯达克从去年的5月哈，它从13002点涨到16212点，
那昨天呢，大跌 2.6， 就因为高盛先跌嘛，那整个纳斯达克到扩散到所有四大指数，通通重挫。那高盛也不是电子股啊，对不对？你是挂高盛是挂在纳斯达克啊，然后呢就全面重挫。好，所以我们来看了，好，第一个怎么看呢？我们把今天往前看，今天往前看纳斯达克哈，是不是有两个高点？一个是到目前为止的历史最高点叫16212，一个是没有16212之前的历史高点叫15403。问题是，不管是15403或16212，请问是从哪里开始涨的？是不是从去年的五月份13002点那开始涨？那涨到15403往下跌。那往下跌又涨到16212，好，我的关键问题只有一个，我这个指挥棒哦，这个点就这个点哦，不是这一根 K 棒哦，是这一根 K 棒下来这个点，就这个点，请问这个点应该做买进还是卖出？你说萧永明这个超级大笨蛋，这个点我要知道，我当然应该做买进啊。问题是，各位亲爱的，这个点你知道啊？你说我知道，你绝对会知道。好，再来，他从这里、这里、这里，就这个点、这个点这里哈，是不是涨到16212？好，然后啊，请问这个点这里应该做买进还是做卖出？哎，这不一定哎。如果在一个月前，你会告诉我买进嘛？对不对？那如果看到今天，今天14506比那低，这个点当然是买进啊！你说买进对，那我怎么会知道这个位置区是个买点呢？啊，首先哈，各位你就做个简单的试算，好吧？哦，不难啊，不需要很复杂。你要用平均线，当然也可以的，每个人有他喜欢的方式嘛。那因为平均线我觉得也不错，不是不好，但是。我希望把它更简化，就是不是只有一般的比方说业内啦，或一些很资深的投资朋友，而是在于每个人都有一个很简易，就是我用眼睛一看，我看任何商品，我不敢说百分之百，最起码我们有一个简单的评价，评价什么？哎，这个叫多方，还是这个是转弱了？咱把就这个看，啊，免足费气，啊，足简单呢。它上盖干单又准确的，然后就是把13002加15403。那么这是纳斯达克哦，这不是我们过去经常讲的加权指数哦，这是纳斯达克。其实不管是纳斯达克、道琼、SP500、费半，通通都一样，包括台北股市，真的吗？对，包括所有的个股，也就是这个14202到底是什么意思？你说就是。低加高除以二啊，对，那为什么要低加高除以二？各位，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？因为黄金切割率啊，0.382、0.618、0.5 啊，最重要0.5啊，对，背这个没有意思，不是背，而是大家去了解啊，为什么这个14202这么重要？因为这是市场最公平的成本，也就是说，我们从13002买到1405、15403，或者是。我是对冲基金，我从13002两半康，康盖15403，大家的成本通通会落在14202，没不对吧？所以你可以简单做一个判断，那这个判断就在于，如果它在这个中间值之上叫多方胜出，我们叫回升；在这个中间值以下，它站不上去了，那个叫反弹，它要破底；在这个中间值以上，代表它要过15403。卡贝克里也破13002，好，那请问他有没有守住14202？有啊，那最低点有跌破啊，最低到14181啊，就这里啊。OK 好，好，那这个181重要，当然重要，没有这个181，你怎么知道这里要买？你不能用202加212啊，不行，一定是181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把这个点往前看，最高点就212嘛，啊，最低呢181啊。所以你是不是得出我这里少画了一条了，这应该再画一条。好，那我们就简单快速一点看现在。好，现在我会画在14607。
14607这里有一个点，这里有一个点，就现在，但是现在是破的。506是不是在607以下？所以也就是说，如果国际股市，特别是纳斯达克要转正，它一定要来防守这个607。那为什么是607？啊，都13002、16212的一等是14607啊。你就用就这样子，就加起来就一等是607。OK 哈，那问题是它到底会不会守？好，这个破181，隔天就站回。这个破607，那今天晚上能不能站回？关键不在纳斯达克，关键在于始作俑者。始作俑者是谁啊？不就高盛？就是掌控美国国会的参众两院的，掌控不管民主党、共和党的主美国的国策的是谁？高盛证券，真的吗？真的。包括美国的前财长是从高盛证券来的。都是啊，所以呢，看谁？当然看高盛啊！啊，我们要看高盛怎么看？好，就用更简单的方法。还有更简单的，有连算都不用算了啊！你要算当然可以，你要算很简单嘛，就这个点嘛，加这个点嘛，啊，大约在这里了，就把这个最低加最高。另外一个，我们可以用一个同时指标，同时指标叫成交量。好。成交量，我们看过去一整年，从去年的今天，这是21年的1月18嘛，啊，这是现在嘛，今天是1月19嘛，啊，在美国不是1月18，22年，啊，不是刚好一整年 ，OK 哈，那最大交过去这一年，高盛最大交易量发生在哪里？发生在去年的4月12号，这个骗不了人了。他高盛再会做手脚，他也是做不了，因为你买的你卖的交易量就发生了，你闪不掉的，你闪都闪不掉，就好像是我们讲检调在追查一些案件，他查金流，那闪都闪不掉，你怎么闪？你闪都闪不掉，一笔钱进到你的户头，对不对？是不是你的户头嘛？就这样子嘛。你那个金流你断不掉，那交易市场也是一样，成交量你怎么闪，你闪不了的。所以我看到的就是，不是我，是我们大家都可以看得到，4月12号是高盛证券的爆出的天量，在哪里？在342块。好，高盛证券从高档下滑，对不对？那昨晚大跌，收在 354.4， 除非他守不住342，否则呢，它就是个多方，它是个多方，那纳斯达克呢就会站回14607，然后走，它还是个正向啊。这个点守得住就是正，守不住，那未来要破13000点。对，就这样子。OK 好，这叫高盛。好，再来看完高盛，我们用同样的方式来看加权指数。加权指数，你就用眼睛看的就好。又看不需要指标啦，当然你如果有更好的指标，你可以算得更精准啦，我没话讲，好不好？那只是讲，我就用金刚丹用把酒看，我就知道我应该安怎走。我刚刚不是安尼的话，好，加行还不这里，我怎么知道这里要买？因为它涨啊，对不对？那我怎么知道这里要买？因为你一定会知道啊，什么加，该加，就这个点。跟这个点，那这里这两个点，这里做买方这一只啊，这里呢啊，这里当然是买啊。如果这里该买，这里该买，那这里呢，这里当然该买。好，这不是今天收盘哦。今天收盘是18227 ，OK， 跌151。那这是什么时候？是今天早上啊。今天早上还在18321嘛，后来又跌了100点嘛。OK 哈，所以我们看这是加权指数哦。那我怎么知道这里要买？因为这里是17167啊，那这里呢17988嘛，这个17986嘛，再往前看的高点叫18034嘛，哦，18034跌到17167，那这里吧17986跌到17167，涨到17988，这里回档，很恐怖，很恐怖，很恐怖。问题是，你知道应该在这里做买进了，哦，为什么这里做买进？啊，
因为这里是988，这遗留期数一定是17577啊，所以当它跌落17577来到17556之后，出现反转嘛。那因为它代表577之上，我们叫做回升，那回升就应该要站在买房嘛，啊，回升站在卖房嘛。啊，若反弹了，那当然是卖方啊，怎么可以做买？啊，那没问题吧？回升做买，反弹是要卖。这是最大的差异。好 ，OK 哦。那它是从17556涨到18619，所以该买哪里？是不是该买这里？18043不是18087啊？买18087？对，你这是087，你在骂我？我没有在骂你啦，你莫搞混。这里是因为最低556嘛，那最高是不是619？好，所以你连接556到这个最高点，历史最高619，是不是叫18087？好，这一根破556，这刚是577，出现大涨。这刚破18087，最低到043，是不是这一次涨到575？好，所以这个点嘛，好，这个点大概多少？18087。好，所以我为什么在这里截图？为什么截在18309？今天明明跌了151点呢？好，因为我盘中看到的时候是18321，一什么破309又往上拉，没有错吧？所以我在309画一条线，这条线不能守不住，守不住呢，这个底线就是回来，这条087就递延，它就一路变成087到309，它会就变成087到309，是吗？是。因为它是从18043涨到18575，所以它一定要去守309，守不住309，进入18087到18309这个主框架。OK 哈，那这个087就是17556连接历史最高，叫18619。所以整体上这里到下个礼拜就看这个区间18087到18，除非它能够站回309。重要吗？很重要。这309其实是一个，到底是不是要走一个大涨格局，还是进入整理的？没有办法守住309，就不可能大涨。我不是讲一天的大涨，就是整个格局强势往上攻坚，以北出横啊。加上你这里没有航运、钢铁不动之前，动不了啦。你这里再动什么台积电啊，什么什么电啊，我跟你讲，没路用啦。你动那个都叫逃命啊，我直接告诉你，通通是逃命。所以整体上你要找到市场最有利基点的哈。来，我们来看最有利基的是什么？一个叫航运，一个叫钢铁。我们昨天讲过，铁矿砂涨了两个月了，过去去年跌了半年，对不对？跌了半年嘛，跌了两季嘛，然后接下来这里涨了两个月上来，那代表就是说大陆的调控。它不可能能够永远调控了，它可以短暂压抑了，除非他们大陆大家都不吃饭了，都不追求更好的生活，还我不会讲，那我不知道，但是不太可能了。所以我们回过头来看哦，这是航运股，全球主要航商。那各位请看哦，我这个目标价是185，不是294啦，我没有讲294啦。因为那个报告我当然我两天前就看到了，我没有提了，我觉得不需要提一个离现在很远很远的，我觉得没有意义啦。但是我们就从这么多外资，这么多法人，国内外法人出去的评价里面，我们尽可能去找一个比较中性的，比较中性的，它不会太乐观，也不至于过度的偏激啦，找一个比较中性的看法。好，那这家亚系外资它的评鉴是这样子哦，各位做个参考。它的想法就是说，第一个，全球所有航运股里面，它首选长荣，它不是台湾的券商哦，不是外资哦，首选也不是大陆的股票，没有，那理论上应该首选大陆的航运股嘛，像中远航运，对不对？没呢，一根上一根长荣，它为什么特别挑长荣？他的目标呢？他说这里先看185，免惊啊！为什么唔免惊？我就惊，就惊，就惊！伊讲你现在别使惊啦。为什么？第一个叫股东权益报酬率高达49%，第二个更离谱的，
殖利率 17.9， 什么叫 17.9？ 已经把台北股市所有的个股全部打趴了。对啊，那我请问你，当长荣可以交出 17.9， 你所有的 ETF 要不要把长荣纳为你的主要持股？要。当你们陆陆续续把长荣纳为主要持股，你要不要进场做买进？要。那你觉得会不会涨？怎么可能不涨？这叫一。第二个，我们要去看，那真的会涨吗？对不对？啊，万一它不涨，我怎么办？对，所以要很小心、很谨慎。我们先看马士基，因为那两条是什么意思？那两条就一条红色的，一条黑色的。好，我尽可能把它都用最简单的讲法。好，投资学你跟人讲，你一本投资学这大本，你知道？嚯，读个读个听的，唔免。他那本册同步也就只告诉我们一句话，他只告诉我们一句话，对啊，就是股价一定会反映它的获利能力，最终一定反映它的获利。所以我一家公司获利很强的，纵使有出现过股价涨不动的，你们欢乐那是大买点，那是大买，除非这家公司成长停滞了、迟缓了，并且有可能要做衰退，难度还是一。没有出现这种情况之前，你都在寻求什么股价应该涨而不涨的。所以我们来看哦，我们先看马士基的部分。各位请看哦，红色的是马士基的股价，黑色的是马士基的税后净利率。税后净利率，对， PAT 是什么？ P 就是 Price After Tax，After 之后 ，tax 税金，哦，扣掉税金以后的啦，的价格，哦，那是黑色的税后净利，红色的叫股价。好，请你告诉我，当它的税后净利持续在增长，马士基的股价是不是紧贴着这个获利的成长，跟着往上走？对，这就是投资学讲的，股价一定会反映它的获利能力。我们再看另外一档不太一样的，可是结果是一样的哈，不太一样，结果一样。对，好，单看哈，东方航运，我就奇怪，你亚细外资出报告，你应该推荐买进东方航运呐，啊，对不对？你怎么会买长荣呢？因为长荣会大涨。我们来看哦，黑色的，黑色的是东方航运的税后净利，红色的是什么？是股价。你说哎啊，对啊，所以它股价会反映它的税后净利，所以股价也是大涨，不是，我不是要跟你讲这个，我要讲的是去年的八月到去年的十月，东方航运的股价，这些 August 二一这八月 ，October 这十月，这些八月、九月、十月，这是八月、九月、十月，好，请问。东方航运的股价有没有跟着台北股市的当时的阳明、万海、长荣、台华、裕民同样大跌，对不对？问题是它大跌要涨回当初的起跌点，它为什么可以涨回当初的起跌点？因为税后净利持续增长，并没有衰退，所以它一跌下来发现我跌错了，它涨回来，我跌错了，我就落唔掉去啊！你怎样呗？啊，落唔掉去啊！他那我们事后来看，请问这个点应不应该买东方航运？事后，那讲事后诸葛亮，那也不会事后张飞，对不对啊？都可以啦。我意思啊，加薪改变，除非他的税后经济是衰退的嘛。好，我们再看一档 Costco 啊 ，Costco 是你买大卖场，唔是啦，这 Costco 唔是迄个 Costco， 名词一样。名称一样，这是中远航运。哇，你等等，那看到那个大货柜车上面写个 Costco 吧，那个不是我们去买东西大卖场那个 Costco 哈，哦，这个 Costco 叫中远航运。好，那一样哦，你要看黑色的是中远航运的税后净利表现，那红色的呢是股价。好，它的股价有没有下跌？有。可是有没有回到下跌前的价格？有，我下面也回到这个价格，因为税后净利持续涨了。
如果这个时间点接下来税后净利往下衰退，那我不认为它会有这个上涨，它会继续跌。所以当它的税后净利在上涨，可是股价往下回跌，你知道什么？这个跌错了，这不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吗？我们不就在等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吗？但这叫什么？这叫长荣啊！这个长荣，你买股要讲航运股啊啦！我这辈子最讨厌航运股了，我老师竟然给我要停损航运股了，对不对？我没有意见啦，您老师是为了保护你啦。我的想法是这样子啦，一家你得凶啦，他也怕万一航运股继续跌怎么办啦，所以我不会认为今天建议卖出的，假设有，我感觉他其实都是好意啦，不管建议你买或卖，我感觉都是好意的哈。但是我的看法倒不这样子啦。第一个，红色的是长荣的股价，黑色的是长荣的税后净利。这加息的，这创新高，这又个这不是这里耶，不是这里，这里哇，它有没有冲上来？是这里耶，啊，股价呢？啊，这里我不加嘛，我，因为我明天再加嘛，买117，卖冲动，照着来哦。我不买长荣，我买什么？我对得起自己嘛？我刚对起我的会员，啊，这长荣，你说那我当初我们为什么不先卖一下117再买？我怎么知道它会下来？我不知道，我直接告诉你，我唔知，我无法搞了，我没有通灵，我是从业人员，我是分析人员，但是我没有通灵的能力。我跟各位讲过，不可能高到像你想象中那么厉害啦。但是我们知道，像这种标的股买进了，咱是不是在这边买？对吗？一直说摸摸摸摸，卖差不多买买买买，都一直买嘛，好，买到这边的，买到大这边的，好，这边的今天来看是短套，那你说怎么办？没有什么怎么办呢、啊？我不认为，我认为不需要啦。我们又不是买在那个200块、180、190的。啊，火力量不给，最后买到这边上来，好不好？那又怎么样？啊，这里就这个礼拜这个下跌嘛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你就这里加码，我会带你加码，卖给吧。他其实他今天为什么不直接打跌停？你直接打跌停，那就今天加码。那为什么要买这里？那不买这里，请问买哪里？85.5到149，我们刚刚讲的从纳斯达克到加权指数。过去这30年，你去看他看每个波段，那你长荣是不是应该买这里？在这里怎么办？加码？那还再讲一遍哈，网络上的好友，吉固威爱国公七百，我没有推荐你买卖，我是跟我的会员做简报。我今天单元我是搞外人可以做简报了，就是说我不是推荐网络上的朋友你去买卖我们所讲到的标的，好，但是我要向会员做很清楚的说明啊。所以不是提供你做任何的买卖依据，那你要自己做判断。那你觉得好，你觉得值得做买进，你就做买进。你觉得我的讲法是不对的，你认为长荣要跌到5块，那也可以，那就千万不要买。OK 哈，请你自己要独立判断，那自负投资风险，好不好？感谢大家啊，也祝福所有的好朋友未来的每一天，身体健康，操作顺利，谢谢你，拜拜。